本地阳性的个案总数是9267宗，另外我们有228宗输入个案，今天就是有9宗的、死亡情报个案，有4间老人院舍和4间残疾院舍需要、检疫一些人士的。学校来讲就有82间学校情报了131宗阳性个案，就包括了97宗学生和34位是教职员的。在過去7日情報2宗或者以上的個案的學校就有24間，我們今天就是建議了一間幼稚園有一班級是需要停課一個星期的，就是在北角雲景道的合一堂陳伯宏紀念幼稚園，就 N 一班有12位學生，他有2位學生就是確診的。